中缅山水相连，文化相通，中国有中秋节，缅甸有月圆节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月亮也代表你的心，月亮更代表我们两国人民共享中缅世代友好的美好心愿。在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中，春天和秋天具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魅力。春天有春节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万物复苏，欣欣向荣。秋天有中秋节，稻熟果香，大地金黄，春种秋收，人生圆满。正如哎呀，不由得这一句，就算上海没人念了，正如也一个人看。那个地方就是这么那个缺乏的，这种那个也公共的压力缺乏的，这种那个嘛，心理上的压力缺乏的。第二个，这种那个家也十三亿啊，水平包括十三亿，生产的都面临马标没有十三亿的体，这种不光商业目的性吧，第二嘛，那个今天十三商业目的，确定嘛，虽然今天。十三亿的大毛多呗，就那个一零六六家嘛嘛，这边呢，不光上面是旅游，楼房旅游呗，地面上面的，地比如牛羊，大木卡过了嘛嘞，这路呗，鸟子好看些呗，过了就去办嘞，然后你这嘛嘞，一路过了旅游，肩膀这边，就是那年对吗？从旧都带去看那年对，那那年七几年的那对，经济力不来，给啥也给不了嘛，就那个不光。上面那块下家上去摆，就是那个嘛，旅游部队看到那个地里嘛，不一定，过了一个月，伢子差不多都要下家的。你当时我们那个就那个水利单位家哇，毕竟就那个啊，单位旅游部队给的，完了就往上面打了，开关就在你，你光就摆的，啊，都不给。